真如本性，伊个转精清净不假，那就是佛的本格啦。是简单，是真无简单。简单，无简单，那就是看咱的心。有听有看，亲身去体会，感动啦，引入心来，决心、坚信、培训，一路来啦，因呢，深信，深信，走在这条路是因的人生方向，所以真远哦。带了足大个啊！干呐，一抓路要来个台湾呢？有个人干呐坐车啦，搬飞机啦，还用两工外时间，这实在是真无简单，真辛苦。来的不容易，所以就想多学。我们时刻要关注自己的心，所以我就在想，我就说，哎呀。太多收获，太多的东西了，让大家都能一起来，共就说，共同去做那么好的一个事情。我就有了一个愿望，就希望能够将来如果要能回来的话，那就给家乡做一点事情了。原来是想自己去为家乡做点事，哎，我就没有想到我会跟慈济一起回到家乡去做事情，所以我觉得更加让我使得我欣慰，就把小爱变成了大爱了。以后应该在这个位置左右。之前我们并不是偶然或者突然就走进慈济，是因为我们就这么找，没有找，没有一直没有寻到而已。嗯。那么现在呢，他就是性格改变了，很柔和，然后也不口吐狂言，然后也不用啊，过去都是下巴看人，然后现在呢也会低头说感恩。精进菩萨带心。不顾种种难行，立心勤修善法，利乐清净不害。修行呢，只有一个目标：立心。世间啊，苦难偏多，这多苦难啊，要安怎啦？哎呀，咱爱发心，家己呢，爱好好充实家己。要安怎救？爱勤修，难行能行啊，化开种种的困难。所以咱为着立善呐，立善法界，所谓善法呢，咱拢爱甲立修来。不只是家己，好好修善法啦，咱也搁在劝人修。我的师兄师兄师姐来，反正他们了，你们这大雪封天的，哎呀，这些个人了，真的，真的太让我感动。妈呀，你像现在，今天有点事儿没做，我上周六不是没来吗？
做好事，放眼天下看，咱传出去有法，因受用啦，受用来呢，就是发脆、精脆。爱人咋说，我咋做，一定要把那个哈尔滨那个环保站打开心门啦，那展开大心，有进无退，一点啊都无懈怠。时间、空间、人甲人的中间呐，每一天，咱的生活都是伫安尼三间的内底，哎，把握时间。应用空间，好好呢，关怀人间，这就是咱的责任。